有哦，大家好哈、哦。那你眼前看到这一本哦，不是《死亡笔记本》啊。哦，记得在2020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呢，我有发一篇那个一部影片啊，哈、哦，是专门在推广万能麦斯玩具的 Muddy Mice 玩具的一个影片。哦，说真的，我也很久没有发 Muddy Mice 了。哦，那当然，万能麦斯影片在推广的时候呢，我有把这个东西亮相给各位看，这个是一本万能麦斯的行录，哦，里面就是所有历代三季万能麦斯的所有玩具，哈、哦，迷你魔头、恐怖魔头、终极魔戒，然后跟金刚，金刚大战，还有它的一个大型场景组跟其他相关商品的一个行录，哈、哦，这一份，哦，当然呢，这个东西啦，哈、哦，它是非卖品，哦。为什么今天会发这支影片呢？因为有很多人，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人在问这一本行录。哦，我再跟各位强调，在我还没有知道这个东西的出处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是某个会场，哦，有人实际上有做出来的一份那个行录来作为贩售的行录。所以呢，我一直对这种东西啦，其实我拿到电子档之后呢，我是心存感激的。哦，那这支电子档我也在影片跟各位讲，翻拍哦，重制是非法的哈、哦，不可以哦。所以呢，我这个东西我只印了两本，哦，一本就是像这样收藏，一本就是我自己翻着看，哦，翻到都快烂了哈、哦。两本哦，一本是棒赛的时候可以看嘛，一本就是像收藏起来，我只印了两本。哦，那当然呢，这两本呢，我也没有做，我再强调我没有做贩售的打算。我在那支影片也告诉各位了，这东西不可以拿来做贩售，是犯法的。好、哦，那后来我才知道呢，这一个行录呢，其实它是一个万能麦斯，在一个国外的万能麦斯迷友，他自己拿那个万能麦斯玩具，他可能他自己手边的万能麦斯玩具，或是网络上找的图片，哦，汇集而成的一本像这样子的工具书，给各位用的工具书，哦，当然是很难得的东西啦，哈、哦，那他也是免费分享这个资源给各位。当然呢，我再跟各位强调，这支影片主要是要跟各位讲，很多人来跟我要这一本行录，哦。我在这边跟各位强调齁，这一本行录的电子档在当初我印完这两本之后呢，我就把它砍掉了，因为我那时候有强调这种东西不可以拿来做贩售用途，所以我自己告诉自己这东西的档案我不能留着，所以我就把它砍掉了。好，所以现在我是没有这个东西的电子图档，你也不要来跟我要。然后呢，这两本呢我也没有做贩售用途，你也不要跟我讲能不能卖你。好、哦，再来呢，这一本呢，我是做一个收藏用的，然后另外一本的状态比较糟糕，已经就是翻到快烂掉了，所以那个就算你这样拿去把它放在影印店这样印复制，整个质量也不会很好，所以呢，你也不要来跟我要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麻烦的。好、哦，那、啊、所以啦，这影片只是要告诉各位，这东西在我手边就是两本了，我也没有做贩售，我也没有要做转让，什么都没有，你也不要来跟我讲这个。哦，那当然，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一直想要拿到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我有一个渠道啦。哦，当然你们要先经过本人的同意齁、哦。我这个东西最早的出处也是从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万能麦斯台湾社团齁、哦、得到的资讯。齁、哦、这个行录也是从他那边发出来的。齁、哦、那个各位如果有在玩万能麦斯比较资深的朋友都知道齁、哦、真人佐齁、哦、真大。就是我之前齁、哦、发的这一款 Perrier 的万能麦斯齁、哦、,Perrier 的万能麦斯的这一个推动者，我在上一个影片也有讲过真人佐齁、哦、没有意外的话我这边应该会打他的名字跟他的头像齁、哦、真人佐齁、哦、那当然呢这个玩具的推动者呢他的社团就有发这一个东西的电子图档，不过现在还找不找得到我不知道齁、哦、你们有真的有兴趣的话啦齁、哦、如果他也不嫌麻烦的话，你们可以去询问他看看。哦，那这边顺便因为造成别人的困扰了嘛，因为说真的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造成了他的困扰了，我顺便帮他刚胸喉补一下好了。哦，如果你们本身有在收集万能麦斯或是准备要入手收集万能麦斯要入门的人呢，哦，万能麦斯现在在外面那个价钱你们也看到、哦、真的是飞到跟你像这坐云霄飞车一样，很多东西突然价钱就咻然后看不到然后就喷咻下去这样子，价钱都很不统一啦。哦、不然就是很贵很贵，贵到一个靠别人根本就不会想要买的那种价钱、哦、那当然呢，如果你们去找他啦、哦、真人佐、哦、他本身是台湾，他如果讲他是台湾第二名收万能麦斯的人呢，应该没有人敢讲第一名啦、哦、除了陈佑元、哦、因为他有两颗 牛头、哦、当然除了他之外，他那个当然他自己是因为他有两颗牛头比较稀有，
可是如果说万能麦斯的收藏规模应该是真人佐说第一名，应该没有吧？为真人佐说第二名，应该没有人讲他是第一名啦，应该没有人敢讲他比真人佐还厉害。好，那你们可以去跟他询问一下那个万能麦斯玩具的一个贩售，他有一个贩售渠道，因为他常常都会从国外拉一些万能麦斯回来。好，那当然品相有好有坏。那他在卖的话应该都会把比较好的品项挑给各位，甚至他的价钱呢，我说过买这些老玩具啦，最担心的就是价格。那真人佐呢，他给的价钱是绝对会甜到你蛀牙的那一种，这是认真的，他的价钱就是甜到你蛀牙的那一种。外面可能要两三千的东西，你看到都两三千嘛，在他的卖场可能一千多块两千不到就会有了，绝对会比外面大概就是八折或七折左右，甚至可能更可怕的价钱。齁，当然我们一些比较贵的品款式就算了啦，其他一些比较一般的款式呢，都会对他来说价钱都会给相对给的很漂亮。齁，你们可以去参考看看，因为你要请人家帮忙嘛，这个东西相对的你是不是要给人家一点付出回报，齁，给他买一个东西搞关一下，多买一点，对不对？齁，到他那边买了基本上啦，齁，终极魔戒18颗。18颗还16颗，到他那边应该很快就可以让你吃掉了。然后迷你，然后恐怖魔头就18颗还16颗，反正你就是在他那边基本上要一次把所有东西收齐，也非常的容易啦。对他来说啦，你们去那边给他问看看好不好，因为毕竟你要去麻，我再强调你要麻烦人家把这个给你，就必须要跟人家买个东西，人家才不会嫌麻烦，好不好？好啦，这支影片再跟各位强调，不要再来跟我要这个资源了，我没有办法给各位。我也不打算你来我这边特别为了这个东西来找我去分享这个，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啦，拍谁。我平常在拍影片，你们也发现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会发一支影片，因为平常工作我也有忙该忙的事情，最近我工作的地方也有一些专案，所以说呢他的事情多，我们要支援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事情就多了。所以就不要来跟我要这些东西了，好不好？好啦，不是不帮你们啦，是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啦，不好意思啦。好啦，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这样子而已啦，谢谢各位哈，这支没有开盈利啦，老啦。